百姓一起来敬拜神，来荣耀尊贵耶稣的名字。哈利路亚。我的主纯全美丽，诗歌引领我走你公义路，我心
主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主啊，你从吃奶的和婴孩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主啊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，主啊，今早晨我们仍然把荣耀归给你，耶稣，求你带领我们，主啊，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主啊，使我们不致昏迷，主啊，使我们不致跌倒，耶稣，主啊，使我们永远都知道我们要朝哪一个方向走。圣灵，欢迎你来，主啊，你今天早晨再次对我们的心吹气，主啊，使我们苏醒过来。耶稣，今天也为你而活，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的敬拜与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阿门，阿门。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，所以再次我们要祷告神，神的喜乐和平安，我们宣告今天要充满在我们的身上，神的胆量，神的信心，今天要充满在我们的身上，今天活在上帝的信心的里面，今天活在神的勇气当中，今天活在神的平安的里面，今天要活在神的喜乐的里面，今天要活在神的恢复的里面，今天要活在上帝加力量的时刻当中。同声开口一起宣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感谢你。诗人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我们就祷告神，宣告今天是不缺乏的一天，今天是饱足的一天，今天是得供应的一天，今天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活在我们中间的一天，今天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的一天。不是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称呼以马内利的神，而是每一天365天，每一天，特别在今年最后的几天当中，我们仍然宣告以马内利的神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是不缺乏的一天，今年面对明年的开始是不缺乏的一年。同声开口，一起宣告，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是不缺乏的一年，是希望，是不缺乏的一年。主啊，你是我的牧者，主啊，我要宣告你是我的牧者，主啊，我要宣告你是我的牧者，耶稣，我要宣告你是我的牧者。主啊，引领我不缺乏，不是我带领我不缺乏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主又告诉我们，在敌人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，那代表一件事情，神是胜了还要再胜的神，他带领我们得胜有余。所以宣告祷告的时候宣告，今天是得胜有余的一天。
情绪上面你要得胜，在你的性情上面你要得胜，在你手所做的工作上面也要得胜，在你的传福音上面你要得胜，在侍奉中间也要得胜，家庭生活里面也要得胜，在情感婚姻中间也要得胜，在身体的疾病当中也要得胜，在你心思意念中间言语中间你都要得胜，因为主应许我们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。同声一起来宣告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谢谢你，主啊你带领我，耶稣带领弟兄姐妹，耶稣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我感谢你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带领你得胜，耶稣带领你得胜，主啊你得胜，你得胜，你得胜，我感谢你，圣灵还要再生的主，圣灵还要再生的就在我们的身上，感谢你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我们在你的呼求仰望，呼求仰望，呼求仰望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感谢主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起为着你聚会的教会来祝福祷告。无论你的教会是小组形态的或者是团契形态的，我们都为了小组长或者是团契的主席或者是会长，我们祷告神，让教会的牧羊的领袖被圣灵充满，大大的有恩膏，有爱战队里面有最美好的牧羊领导的恩惠，领导的智慧和能力充满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成为牧师和传道人最好的帮助，成为全教会最棒的祝福，成为弟兄姐妹羊群中间最好的供应者和喂养者。同声开口，一起为了教会的领袖们同声一起来祷告，主啊我感谢你，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主啊为了教会的小组长祷告，每一个组长都被你复兴，每一个组长都被你得着，每一个组长都被你得着，耶稣谢谢你，赞美耶稣我感谢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啊我在你面前向你感谢，圣灵啊我在你面前向你感谢，主啊我在你面前向你呼求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胜了还要再胜的主，得胜还要再得胜的耶稣，得胜还要再得胜的耶稣，主啊今天帮助我们，充满在我们的身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我感谢你，主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得胜，耶稣得胜，耶稣得胜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啊在你面前祷告，每一个小组长，主啊每一个会长，每一个主席都被圣灵充满，耶稣啊每一个预备领袖都被圣灵充满，赞美你，耶稣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圣的还要在这里，耶稣这时候就在我们中间，主啊这时候就在我们的中间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得胜，耶稣得胜，赞美耶稣，一起祷告，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，我们祷告主来医治我们，在神的面前你已经在看病中间的祷告，上帝透过医生的手，透过一切的药物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帮助，让我们身体能够复原过来，恢复过来，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，跟随他，同声开口，把你身体的软弱的疾病交在主的面前，砍断恶者一切的锁链，一起来祷告，感谢耶稣，谢谢赞美你，阿门，主啊谢谢耶稣，主啊我祷告你，主啊让我们的疾病离开我们，主啊让我们身体上的疾病离开我们，主啊让我们身体上的一切的重担离开我们，耶稣啊耶稣带来的捆锁的疾病离开我们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我在你面前祷告，主啊在你面前祷告，仰望再仰望，仰望再仰望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主啊在你面前呼求仰望你，呼求仰望你，呼求仰望你，哈利路亚，主啊主啊你得胜，耶稣你得胜，主耶稣啊得胜我的疾病，得胜弟兄姐妹的身体上面一切疾病的捆锁，透过医生的手也来帮助我弟兄姐妹医治我们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圣灵得胜，耶稣得胜，哈利路亚，主啊唯有你可以做大事，唯有你可以做大事，感谢耶稣，谢谢主，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主啊在岁末的时刻，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仍然感谢你，主啊仍然要把最多最多的感谢，主啊摆在你的祭坛上面，谢谢耶稣带领我们在每一天都可以经历你，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你，感谢主，把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阿们，感谢主，跟旁边人讲说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多的经历他，来告诉他，让我们在神面前更多的经历他。
们每一天都要来亲近上帝。看两段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每日都要来亲近上帝。即使到了今年的最后的倒数第二天了，我们仍然要在上帝面前亲近他，在神的面前亲近他，永远不嫌晚也不嫌早，在上帝面前每一天都来亲近他。三十节说，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都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里的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，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了。耶稣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的节奏，当他们非常忙碌连吃饭都没有办法吃的时候，因为人的需要太大量的时候，耶稣主动的告诉他们说，走到旷野去歇一歇，去休息一下，避开一下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也是他们亲近神的时候，亲近主的时候，当然也是主耶稣与天父圣灵在一起亲近的时刻。再看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，主的话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哇，这个亲近是何等的何等的亲密啊，因为主自己告诉我们说，我也要爱他，我也爱他。哦，遵守主的命令，有了主的命令，有了命令，有了遵守的人呢，是主所爱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天父爱他，主也爱他。然后呢，主给他一个应许说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哇，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何等的亲近，每一天若是能够得到上帝这样的保证，主说父神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要向你显现，那大概每一天都过在地如在天的日子了。有这样的人渴望吗？如果渴望，请你摇手让我看一下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我相信你的摇手神已经看见了。阿们。跟旁边的人，跟你一起祷告的人说，我渴望每天亲近神，来告诉他，我渴望每天亲近神，来再告诉他说，我渴望神向我显现，来，我渴望神向我显现。感谢主。几件事情很重要的，亲近上帝有什么重要呢？重要的第一个，让我们可以更丰富而且深入的认识神，亲近神才能认识他嘛。你对一个人要不要认识？你要亲近他，跟他有靠近距离，再多一点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跟他谈话啊，跟他在一起工作，甚至于呢了解，跟他谈谈天分享，就能够多多认识他了。亲近神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可以认识丰富深入的能够认识我们的神。不单是这样子，而且呢，当我们更多亲近神的时候，可以带给我们生活的力量，我们生活中间会有力量的。亲近神的人会有力量，因为神与他亲近，与神亲近，神与他亲近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在软弱的中间。就像保罗说，我虽然软弱，但是在我软弱中我要夸口，夸神的强壮，是因为神亲近他，他当然是亲近神的。所以在软弱中间仍然可以说，主的恩典是够用的。第三个，让我们可以增加很多的属灵的抵抗力，避免陷入罪恶以及不良习惯的辖制。亲近上帝有个非常重要，而且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，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。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更多靠近神的时候，也让我们脱离了很多不好的习惯的辖制。所以常常我们亲近神就能够胜过罪，当我们不亲近神，与神保持距离的时候，罪就拦阻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就在罪恶中间倒下来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单是这样子，让我们可以脱离沮丧、灰心、负面、悲观、自卑、羞耻的心思意念，亲近神就可以看见神的荣光，亲近神可以听见神对你说的话，亲近神可以在神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，亲近神可以知道主对你生命中的计划、命定和他的心意。这些东西一进来之后，消极、负面、悲观、自卑、软弱，而且呢羞耻的这种心思意念就会离开你了。来亲近上帝，好多时候都属灵事情，它的秘诀还真的不是秘诀，就是一个简单事情，就起来晨更吧。阿们。感谢主。没有办法时间晨更，来祷告吧。孩子没有办法祷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真没有办法了，你非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不可。你光读神的话没有祷告也不行，光祷告没有读神的话也不行，在上帝面前要被神大大的触摸。我们要亲近上帝，思想就会改变。不单是这样，有什么重要呢？破碎的心可以被医治，而且呢可以被安慰。感谢主。很多时候我们渴望被医治，来亲近神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受伤了，渴望着安慰，我们找好多人谈啊，
我们找好多人讲啊，我们找看了好多书啊，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会受安慰的。你看那些在服事中间枯竭的同工们、弟兄姐妹，或者是在工作中间已经疲乏不堪的人，或在家庭中间已经受尽一切的折磨煎熬的人，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来亲近神。就这么一条路，就这么一条路，主说来呀，我向你显现啊，来呀，我安慰你啊。感谢神，亲近神这么重要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亲近上帝到底会有什么阻碍，什么东西会阻碍我们亲近上帝。很重要的，骄傲会阻碍我们亲近神，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，觉得自己够了，我可以了，我靠着我自己没问题的，绝对没问题，我绝对没问题的。哎呀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不是以为自己到教会很久了，已经完全认识神了，不需要再亲近他了，那是一个骄傲的心态。我们要常常活在谦卑的里面，不单是这样子，没有自律和节制谨慎的生活的习惯，让我们不能够亲近神。你说我看电视看到十二点、一点、两点，然后说我要亲近神，其实那个不太容易的啦。你说我打电脑，我要上网玩玩一个游戏，一个 game online， 你 online 电脑，然后呢来 online 神是 online 不了的啦，对，是没有办法的。在主人面前亲近神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的习惯不好，没有自律性，没有节制，所以亲近上很困难，因为肉体会辖制你，肉体上面的需要、肉欲的需要会没有办法的，会拦阻你的。不但是这样子，罪疚感、自卑感让你觉得不配来到神的面前，会拦阻你对上帝有错误的看法，觉得他是一个神明、一个遥不可及的神，那个错误传统性的东西也会拦阻我们。无神论者当然就不用说了，一定是这样的咯。不单这样，忙碌的生活形态让我们不容易亲近神，我相信你非常同意，而且你一直在点头。忙碌的生活形态会让你啊，好忙哦，没有时间祷告。最后，亲近上帝有几个秘诀，渴慕神就是亲近他，可以亲近他。另外呢，你自己学习有独处的能力，不单的是这样子，在神的面前可以自己敬拜爱神，刻意的行出神的真理来，在圣灵中间与圣灵同工同行，在上帝面前常常思想神、谈论神、默想神、分享上帝、感谢神、赞美神，这都是亲近神非常重要的秘诀。难吗？不会很难。容易吗？其实呢，也不是太艰深，但是我们要立定心志说，上帝啊，亲近你何等的重要，我要亲近你。阿们，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今天有渴慕喜乐的心，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今天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独处，与神一起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在圣灵中间自由的来敬拜。我们为了这样的时刻，为了这样的操练，我们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让我可以渴慕耶稣，让我喜乐的心向你敞开，主啊，让我可以单单的在你面前仰望你，主啊，让我可以单单的单处独处在你里面，与你能够在一起，没有人可以打扰。耶稣啊，主啊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是可以敬拜你，在圣灵中间来敬拜，爱你，遵循你的真理。主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主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我赞美你，感谢你。哈利路亚。阿爸父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再次的说，我们的心坚定要来亲近你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的心渴慕你，主啊，我们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能够和这世界上的人不一样，主啊，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忙碌，好像要许多的忙碌的事情才能够满足我们，但主，你帮助我们改换我们心里面的渴慕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渴慕你，主啊，求你自己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主啊，你来改变我们属灵的胃口，主啊，以至于主啊，我们能够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很深的渴慕你，主啊，我们喜欢花时间跟你在一起，主啊，我们喜欢读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们喜欢来敬拜你，主啊，我们喜欢和你独处，主啊，来面对面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更真实的认识你，在主你的里面，主，谢谢赞美，阿门。一起祷告，让我们常常思想神、谈论神、分享神、感谢神、赞美神，同声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感谢主，主啊，让我们常常想谈论你。分享，耶稣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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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耶
听到你的爱，耶稣主啊，听到主啊，你成为我们那一份盼望，圣灵我感谢你。主啊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来思想你的话，渴慕主你的话，并且能够乐意将主你的话语，将主你的爱分享给我们周边的人知道。主啊，或许在我们在渴慕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些软弱，或许我们在分享主你好消息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疲惫，但是主啊，透过我们每一天更多来经历你，更多来亲近你，主啊，我们能够再一次重新得力。主啊，我们能够继续的来透在这当中一起继续的来分享主你的话语，更多的在你的话语上面扎根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天天亲近你。主啊，亲近你的人你就亲近我们，我们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敬拜荣美主，颂扬荣美主。